反了他们了。招翻了老娘，叫侦缉队把他们给绑了，就说他是共产党，送到日本兵营去，一晚上就把他弄服帖了。所长，所长，您还是先消消气儿啊。以不才之愚见，还是先别急。您想啊，自打小崔死了之后，这小娘们病了好几个月，现在还太瘦，先等等再说。您要真闹急了，她再抹了脖子上了吊，那不就鸡飞蛋打了吗？大爷，我马大婶儿，那什么，那个马大婶儿，咱们街坊住多年了，谁跟谁呢，都知根知底儿。我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我们几个合计着，您要是愿意呢，大伙儿帮着办；您要不赞成，也别生气，都是实心好意。要有半点坏心，老天爷叫我不得好死。七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连个好歹还不知道吗？用马大婶，我来吧您。常顺他姥姥，哎，我就直说了吧。您说，常顺已长大成人了。小崔太太，虽说比他大两三岁，可俗话说，女大三抱金砖呢。啊，您说常顺要是娶了她，这就等于救她一命啊。四大爷说的对呀。马老太太，据我看，这件事儿倒许没有人会耻笑。您、常顺、小崔太太都是正派人，不会招来闲言碎语的。您看，这守寡的人说什么？再说，常顺这孩子不错，心眼儿好。往前走啊！
好妹妹，按说我们都明白你的心，你跟小崔夫妻一场，如今落到这一步，不如一死，倒也干净。可是好妹妹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是死了，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？啊，你想想，小崔疼你爱你，还不是为了让你好好活着吗？啊，你要是死了，对得起他那一片心吗？再说了，这街坊邻居的还不都是护着你的吗？啊，你要是死了，欠那500块钱还不连长顺的命也给搭上啊？哎呀，妹妹，你是怕老太太不愿意啊？要不我去把老太太请来。我去请姥姥去。妹妹，全胡同体面的人家都给你做这个大媒，谁还能说什么呢？小崔有灵，他也会放心了。妹妹，姥姥来了。大爷，嗯，要办事儿还真得快点。对对对对，别再出什么岔儿啊。哎，四大爷，嗯，您找人看个日子啊，哎，大伙儿凑点份子，我到齐掌柜那儿啊扯扯新衣裳，哎，让刘嫂帮着做做，哎，齐了。好好好，我去吧。不用了，您忙您的去，我顺便还得给几个伙计剃个头呢。哎，好，您忙是不是？哎，四大爷，啊，魏爷，这事儿啊还真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嗯，只当咱们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着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您走吧。我走了，我在屋里看看啊。就走就走吧。哎，先坐在前面，是这儿，就是，就这。来来，你们也搁这，搁这。走走走，这就是掌柜。前面就是。哎，查货。查货。哎，查货。啊。上个礼拜才查过。这些日子没什么买卖，跟上礼拜差不多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？查货，快开开开开开开开！哎哎哎，是，您请请，您请请。哎，王军请。您请您请您请。您请您请。哎，请。您这边坐。您这边坐。哎好，哎量着这个，量着这个。
你走，你走。你喝水。哎，查账，把账本拿出来。哎哎哎，快点。哎，看看这个。哎哎，对，哎，您把账本给我。这块，这块多少尺啊？哎，量量，马上量，马上量。哎，看看这个，看这个，一尺。哎，还那边还一个呢。二尺，三尺。哎。你这布不少吗？你这账本怎么登这么点啊？不把您笑话，我这儿没什么货了。嗯，您看看，我得撑这个门面不是？嗯，这块布哪儿去了？昨儿卖了，卖了，你怎么还上账啊？不是早就让登记的吗？昨儿个才卖的。你胡说八道！卖出去还登账，你想欺骗皇军？抵账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买进的价高，怎么打算卖出去倒便宜呢？这些个布不大好卖得出去，所以我……你是诚心跟皇军捣乱，买卖人吗？哪有愿意赔钱的道理？不是先生，你看，这有些失信的货，价码不低。你给我摸，你这个老滑头，不是贵就是贱，你捣的什么鬼？先生，能不能改一改？改？那还叫公事？那您说怎么办呢？你说怎么办呢？拿点钱来，钱。掌柜的，先生，您看这么着好不好？我呢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定价码，干脆我认罚。您勾勾手。哼，老滑头，就这么50块钱，够吗？你身上还有吗？就2块了，先生。哟西，这个的官家改掉的死了死了的，明白？先生，您看，我这存货也不多了，我报个歇业吧。什么？报歇业？耍滑头不是？日本皇军刚进北平。百业巨星，你想报歇业，诚心扰乱社会治安不是？买一张绸缎，搭一双胶鞋，买一张布，搭一个玩意儿，啊，必须搭配着卖。你要再敢捣乱，就让你知道知道皇军的厉害。开喽，好，走。哎，您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您坐好。
掌柜的，这鞋先放在柜台下边，让人一看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不是应求买主的钱吗？掌柜的，您这是？你去给我卖了吧。你看，虽说这皮子不怎么出色，可面子是真正的大段子。眼看天就冷了，您怎么都卖皮的呢？哎，我不爱穿的。咱们做买卖的不宜穿得太阔气。再说呢，我还有老父亲，不能自居年高，早早的穿上大毛的衣裳，是不是？搁着也是搁着，不如换几个钱用。趁着天快冷了，也许能多卖几个。这卖多少钱呢？你看着办，看着办，五六十块钱就成。这一买一卖，出入可就大了。要卖东西就别想买的时候值多少钱，是不是？得，齐掌柜，您忙呢。哟，齐爷来了。哎，来，您喝会水来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了。齐掌柜，这刚才又是怎么茬啊？查账、盘货，这买卖真没法做了。嗨、哎，全北平啊都一样。哎，齐爷，哎，您有事儿啊？齐掌柜，我想扯身新鲜点的衣裳。您看哪块好啊？啊，您给谁穿呢？哦，昨儿大少爷没跟您说呀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大伙儿合计着想把小崔媳妇儿啊跟长顺拴到一块儿。哦，你看我倒忘了。嗯，这么办好啊？嗯，救了小崔媳妇儿的命。可不是。您看我这有个现成的啊，您看这花怎么样？行啊，太好了，别太艳了，您说是不是？齐掌柜，您看这……哎，齐，您这是多少钱啊？这得了，这算是我出的份子，不是？齐，不，不成，不成，不成，真的拿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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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这，这就算是我出的份子。小崔死的时候，您舍得孝布，这次他改嫁，您又……七爷，嗯，能活着的呢，就得好好活着；你死了的呢，谁也没有办法。哎，您日子定了吗？还没呢，哦，那谢谢您了，啊，哎，那这份就给买别的吧。哎，对，齐掌柜，您到时候喝喜酒去啊，您去，哎，回头见，等您准去啊。
这些个刚刚还给柜上的，给您这个，您收下。哎，您收下。这个你拿着。您这是干嘛？早知道您要赔人这笔钱，我就不给您买皮袍子了。多好的袍子呀！我宁肯不穿皮袍子，也不能让柜上赔60块钱。咱们给东家当掌柜的、当伙计的，不就是讲个信誉吗？是不是？掌柜的，他们又来了。谁呀？送货的呀。哎，这回恐怕是人单了。货呢？我刚才送来的货呢？哦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快拿出来！哎，哎，您看，您看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8、20，多了10双。我说问题出在这儿吧，一定是出在这儿。你得讲规定，是，你得修货。你的达达的坏了，我多收了10双不是？如数退回去吧。八嘎，你的达达的坏了，八嘎呀！掌柜的，这位老爷，您给10双，我就收10双啊。我给你20双啊。谁不知道每家发卖10双，你趁乱之中多拿了10双，这还怨我们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既然你说多收了10双鞋，那我们就认罚吧。罚，开路！好，好，开路！掌柜的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们认不起掌柜的。先生。先生，您这是给他刷上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先生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说我是先生，快说，说，我说，快说，我是先生，快说，快说，说呀你，先生，你看，大点声，说，快说呀，哎，说，快点，哎，别动，站住，让他说，站这儿说，说，说。我是奸商，奸商，我快说呀你！我是奸商！哎呀！走，快点走！等，说，我是，快说！说，别停，故意停！大点声说！我是奸商，我接着说，我是回去吧，别砍了。我是奸商，我。太爷爷怎么还不吃饭呀？我都饿了。小顺啊。别老揉吧你太爷爷，你爷爷没回来，哪有先让小孩吃饭的？嗯，现在的买卖呀也不好做呀，总想拉个碗儿，多卖个3尺2尺的不是？我爸爸就是老实，现在卖布还有什么赚头？哼，这年头买卖间不想点别的辙，还想混得下去？你说什么呀？想什么辙呀？贩卖烟土？你爸爸从小就老实忠厚，从没说过谎，也从没欺过软怕过硬，心眼好。要我说呀，一个人总是要这样。爷爷，哎。妈，爸爸，你看见爷爷没有啊？
他老不回来，我肚子饿了。小顺儿，咱们还是等你爷爷回来一块儿吃吧，啊。往那边快点，哎，二哥，你们这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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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哎，来这儿到我家，快！走，走，快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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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你！啊，我在哪儿走？去去去去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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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杨院长，哎，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我走。去哪儿啊？我想买直接啊。哎，你别买了，你别买了，快走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哎，真干活儿。下下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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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走，往那边。离的。慢点走啊。好的，慢点行。咱们的香烟，香嘞！来，让座嘞！让座啊！万喜啊，车万喜！让座嘞！我。行吗？我的儿子天佑是最老实、最忠厚的人呐、啊。他从来没有招过谁、惹过谁呀、啊。你为什么非得让日本鬼子把他弄死呢？你们怎么就这么不容他呀？老二，
还不找你大哥去？嗯，我爸不是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老二，他怎么了？你爸爸昨天不是还挺好的吗？在护城河。那大婶呢？爹，您看有什么让我去办的事儿没有？您可千万别见外。您看有什么事儿让我去办？文先生，劳您讲，给瑞轩打个电话去吧。哎，我马上就去。爹，你保重。老二，还不给四大爷报个丧去？哎，爹有得多好的人呢、啊！谢谢大哥。Thank you.